那属于这个非常时期吧。非常时期呢，卫健委让我们采取现在的这种模式吧，我觉得是一个有益的补充。最起码呢，能够让这个网点附近的居民百姓，他们能得到实惠，他们求医啊，或者是购药也是非常方便，减少了很多手续。就是从我们医生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觉得在医院减少了我们医院门急诊的压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，最主要的，我觉得还是减少了交叉感染的机会。作为医生啊，救死扶伤，只要有老百姓哪里需要我们，我们就要到哪里去。